掌声鼓励哦。好棒哦。用手手机来跟我配合一下。来。好了，什么？你这样练的啊？赞助啊！哎呀，这样子太有分量了！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谢谢！很棒啊！吹得这么棒的，吹得很棒啊！那你去考街头艺人，一下子也考到了哪里？哎，对，应该是。啊！哇，你可以去考街头艺人，还是试一试哦！又往这边来啊！天哪，哎，可以发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对，孔雀唱山歌，一片200块是吗？啊，太不会唱。唱山歌，唱山歌。好，回家看看哈。这比较属于古典乐的。是哈，哎。他们是音乐学科的。教唱。厉害！不错，真的不错啊！这种才艺的话也不多，吹叶子的不多。你叫合唱吗？那我们来合声。合声唱的，我们都是叫客家的。客家。啊。秋蝉呢？秋蝉 ，OK。好，客家的话有一个那个什么，唐山过台湾。还来吗？啊，来一个。这嘎嘣子。哎呀，可两个唱山歌。这录音了，录太久了，没有关掉。